来到夜幕尼亚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必须把这个元素放在演唱会里面，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就是来到了就是21世纪的高科技年代，所以在我的音乐里面，真的我们必须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，然后再有一个对比，就是在中间有一个复古的一个 part， 然后这两者就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火花吧，让大家感受到就是高科技跟那个复古的不一样的那个气氛，然后在造型上，在音乐上，全部其实我们都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。对，我相信很多歌迷朋友们很期待的是陈乐的参加，但是如果你是蔡健雅忠实歌迷的话，是跟着蔡健雅一起成长的。对，在这个演唱会里面哈，这个音乐交给蔡健雅，跟着这个我们工作团队一起来上台跟我们这个稻香槟庆祝一下。好的，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band leader， 我们的乐队领队，掌声。 来到上宾，今天非常圆满的。你看他求救了多少？这个前方的是吧？好，对，要不然我们数321的时候呢，小小的往前推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已经还好了，原来我们是忠实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就三位呢，在这个倒之余呢，可以慢慢倒，然后先看一下我们的前面的媒体朋友。三个水瓶座。哦，三个水瓶座啊，那非常的有默契了。那我们就三位视线一致，从右手边开始好了。 从右手边的这个媒体朋友，前方是我们电视媒体啊，然后右上方是我们电视媒体啊，那再把目光呢从右手边拉到中间前方，中间下方，谢谢。哎呀，慢慢到，慢慢到。然后我们也看一下前方的媒体摄影师哈，好，中间下方，中间前方，还有中间上方电视媒体，最后看一下最左边，谢谢，左手边，左下角，还有左上方。 没有拍到的麻烦可能要举手哦。好，左上方这边好，黑色衣服，谢谢，有挥手这位。这里。好，中间前方黑色衣服，谢谢，中间前方黑色衣服，可能还要再拍一下。好，要放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旁边第二列，第三排那个香槟，香槟的这个香槟酒杯，在这边倒。好，都有到了吗？好。都有拍到吗？好，看一下中间前方，谢谢。没有，拍到这里。 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从左手边来，从右手边来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对。好，我们要照顾一轮哦。前方的第一排是我们的评委美女，然后后方还有电视美女。如果有需要拍的话，麻烦举个手，让说话知道一下。我觉得在倒，大约会。约翰们去来了。来，中间。中间，中间这里，看一下这里。哦，好，非常非常前方。